台中大甲妈九更八暝绕境，伫个元宵节当天尾暗啊六点，由董事长颜清飘率领全体党干事向妈祖来拜拜，请示起驾日子，确定伫个国历个四月二日深夜子时要来起驾。元宵节迄暝，天南宫港妈祖关神殿进行点灯的祈福仪式。随着照例，六点一个到由董事长颜清飘带党干事向妈祖拜拜请示，确定一年一摆大家妈祖温庄进香，会伫咧国历四月二日暗时啊主持起驾。会使讲咧，大家拢知影讲啊，即个做农者爱做事。所以讲，你自作好算啦，吼。比方讲，逐年温庄活动，拢会成海内外成百万的信徒热情参与。当然讲，你来当参与啊，全程这是上好啦，吼。九江八暝各界温庄活动，沿路经过彰化、云林、嘉义，来回超过200公里的路。比方欢迎各地信徒做参与，来感受三月小妈祖的宗教盛事。我是吴依璇，想要跟我一起看新闻吗？现在就打开华视的 YouTube 频道，按下订阅，还要开启小铃铛哦。